对法师，应慧元，梵严法师，邓小姐，来自这个阿弥陀佛关爱中心的各位小朋友们，还有来自各地的贵宾们，大家好，欢迎到这个驻日本代表处来。今天呢、有机会认识阿弥陀佛关爱中心，在非洲的工作，感到非常的敬佩，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慧理法师在非洲啊也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林委员在南非也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长期关怀当地的孤儿，然后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呢、让各位小朋友啊有一个机会，现在到日本来，我想而且还有来自东南亚的这个朋友们啊，我想你们将来这个知识的范围啊会越来越广，对人的关怀啊也会越来越深厚，非常感谢啊。非洲的孤儿啊，来到这里，那我们大使啊，大使馆能够这么器重啊，让我们受宠若惊呐 三千宠爱集一身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又高兴啊又荣幸，这次来到日本啊，是我们 ACC 成立的第九年，这个我们要跟所有日本的信徒啊说道歉，我们来晚了。其实日本啊，尤其是投票的信徒呢，从我们到非洲去见南华寺啊，就一路走来啊，始终如一啊，有非常深厚的革命感情啊。甚至 ACC 成立的时候，他们都组团到我们马拉维 ACC 去过，要比在其他地方你们要更感谢。更恭敬啊，东晋佛堂前半段是台湾那个少尉法师盖的，后半段没钱的嘛，是东晋的信徒帮我们盖的。因为机票实在太贵，所以我们只能带12个。那即使是12个，也代表我们 ACC 3000多个孤儿啊，所以这一份情谊啊，也虽然团员少了一点啊，并这个情谊还是蛮厚重的。还是代表所有孤儿来到这里啊，来做一个宣传啊。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时代呢是注重品牌名牌啊不是品牌不是名牌的啊，几乎就是要接受这个合理的怀疑啊。所以一路走来这九年多来呢啊，我们最常听的话就是，你们是什么单位啊，你们在做什么啊，你们会不会骗人啊。我们 ACC 的小朋友，在佛教的因缘法上来说呢，这个我们这些护持的这些助养人是很辛苦啊，又要养家活口，有家庭有儿女有事业啊，又要付出。但是在我们小朋友啊，他们也都是再来人啊，为了成就非洲佛教的本土化在地化这段因缘，他们。要转世到非洲，要视线孤儿生要吃了很多的苦头，然后这个中国佛教的这个佛法带到非洲去教给他们，他们在这个佛法这个法乳的这个滋润滋养之下呢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茁壮，那么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这一段法传非洲续佛慧命的历史性的这个世纪性的非常神圣非常庄严的一个使命这次我们的这个团这我们真正要感谢的其实就是我们满元法师，因为我人在非洲只能就是负责训练跟这个演出的部分，然后所有的行程的安排其实就是我们满元法师来促成的在我右手边的我们林秘书长是我们阿弥陀佛关爱中心非洲执委会的这个秘书长我们的杰心是我们泰国这次八国巡回演出当这个日本实在也很荣幸了第一站
爱的红花让我们在一起，最大最大，你几岁啊？18岁，十岁啊，16岁，15岁，啊，大家好，你好，我是阿鲁，鲁冰花的鲁，今年15岁，今年读高二，我非常感谢这里的朱雅爸爸妈妈。因为可以让我来到这个地方，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跟非洲差很多，还有这里也很漂亮，这里的人也很团结，我也想我长大以后改善非洲，让非洲跟这里的地方一样。然后当一个功夫明星，表演功夫明星了，还有希望把 ACC 让更多人知道 ACC， 了解 ACC， 支持 ACC，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到日本，这里很漂亮，食物也很好吃，我非常感恩朱阳爸爸妈妈们一直照顾我们，谢谢大家。将来要做什么？我将来想当一个商人。SC 不是只有12个人，有很多的孩子。我来这里，我很感谢我们这些主要爸爸妈妈们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来这里是只是负责表演，可是我们的后面有这些人在帮我们，就是要帮我们准备舞台，有我们的满月法师，然后灯光音响，然后我们很感谢这些爸爸妈妈们，谢谢。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当一个飞行员，要能够赚很多钱来帮助我们的慧力法师，谢谢。